创作其实是挺孤单，每一次的创作都会整个人沉醉了下去。一旦开始设计，个脑会不停地有很多想法走出来，双手就会变成打印机，这样将脑入面的想法呈现出来。正因为热爱创作，所以决定跳出框框。我们透过 BNI 认识到志同道合的伙伴，还获得很多拓展生意的良机。透过每一个不同行业的助力，令我们可以更加专心去为客人创作。感谢 BNI， 我们由一个人创作变成有一班人支持我们的创作。我们不再单打独斗。感谢 BNI， 感谢 Universe Chapter。